来了，叫人等啊，槟城二十日讯不听行动管制令，数名公众聚在一起打麻将，遭警察驱散。NG 为 Ike 黄伟毅朋友圈面子书专业上载一则视频，并贴文说究竟是打麻将重要，还是防疫更重要？有关视频显示三名公众聚在一起打麻将，一旁则有戴着口罩的警察。视频的拍摄者也以福建话说道：“来了，来了，警察来捉了。”不过，拍摄视频者并未说明时间及拍摄地点。有关面子书专业，相信是由行动党前丹绒区国会议员黄伟毅所有。视频只有短短11秒，已被转发3500次。